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。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阴阳师，对，然后这款游戏它是最近的新游戏吧，因为它有一直在打广告，然后今天就要玩看它游戏内容是什么样的内容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现在这边可以选择中文，它好像还有日语的，所以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日本做的游戏，不过以风格来讲是非常日风的一款游戏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进入游戏吧。它这个应该是一个，哇，樱花风吗？粉红色，哇，一开始要签用户协议耶，不过又好立体哦。好，我们来输入一下角色名称吧。不知道江户时代有没有人在喝拿铁？好，然后这个好像是，我开稍微开小声一点好了。不然可能大家听不到我的声音。现在这个有两个画质可以选择，我们就选择精致画、精细画质。哇，这个风格真的非常日风哎，那我想到，通灵王的那个左为吗？通灵王左为好像是这样的造型，这个主角，对，很像左为，只是左为衣服是白色的。哇，这神的太可爱了吧，是个萌妹。神乐让我想到是阴魂里面的神乐，拿雨伞那个暴力神乐。哎呦，是一只狼哎、欸，狼身上背着一个城堡是霍尔吗？这個、角色特别、欸，是古代的小白蝶是亲密的武士神。而且他配音是日本配音，好像是蛮有名的配音员。哦，觉悟哦，这么快就打起来了。哦，所以这么快就要干架了吗？哇，结界师的感觉，就他是阴阳师。我想到以前有一个漫画叫《结界师》，不知道完结篇没？好，现在要怎么玩呢？哦，可以转视角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以转视角，它可以绕一圈，然后可以看上面，然后大概是这样。可以放大缩小吗？不行。好，然后现在点什么呢？我看一下哦，蓝色对按键吗？哦，果然点了以后要点对方那个角色，什么鬼？他打我刚才好像没什么感觉，哇，损那么多血哦，补血吗？这太帅了吧，是左为吧？这个是麒麟王的左为啊，很像，只是变白头发了。我、哦、没有血了，哦，防护罩哎，好强哦，结束了吧？哎，小白好像可以攻击哎，我的小白好像是一只狐狸。哦，来喽！这是什么？不倒翁哎！哇，如果你们喜欢日风的游戏的话，这款还不错哎。它整个就是日风哎，日本的那个源自的那个时代的感觉。江湖时代吗？这个好像有点恶搞哎，为什么背上要背一个？这是藏什么？典籍书内容。好、哦。好好好想好想什么？为什么会打字啊？好特别哦，我没看过这种设定哎，超多人在乱打字哎，会记录是不是？那我还打我不喝拿铁，啊，来不及了吗？好，来不及打，看来那边可以留下一些话哎，哦，可以自己走，他是倒地的哎。这只是狼还是？哦，可以跟他对话。再说不看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么快要复血，他的声音好好听哦。这只狼在干嘛？好，可以跟他讲话。要杀要剐。哦，他是柴犬啊，我看出来他是柴犬，他应该是柴犬。阿柴，哎，这只也可以跟他讲话。小白，是你做的吗？もし本当になんとかって。わかった。那就交给神乐吧。好，我们来散步吧。可以到花亭里散步了。它的游戏是有点特别，是横轴向的。一度だけ。哦，可以跟他一起走，要跟他对话。我想走去后面诶，可以诶。诶，可以走到后面哦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是远景。哦，要走啊？哦，好难点哦。诶，不行诶，不能往那边走，可以吗？那走去哪？
我要跟他对话了。这种游戏很神秘感耶，是有点阴气的游戏。哇，里面角色设定好美啊！刚我看到一个好像女巫的感觉。切！哇，还要画符咒，画符咒。哦，怎么在飞？现在召唤出了一个，我靠，这是什么？三尾狐哎！哇，继续养下去变九尾狐喽。哇，召唤一个那么好的角色啊，这就对啊，这个就对了。然后再点什么？勾玉召唤是什么？我点啊。哦，他累个是不是？一样要画魔法阵，魔法阵画得好丑，怎么会召唤出很奇怪的东西啊？来了来了，召唤出什么？哇、哦，冰雪公主吗？雪女哎、欸。哇，哎，每只角色都超强的啦。这个游戏真的不错，很棒耶！不会是召唤出一些奇怪的角色，都是一些很正的角色。这太了解现在大家想要什么样的角色了吧？哎，他背的房子颜色是变了、啊，刚才不是绿色吗？有变红色了。确实被吃掉了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要打他吗？哇，刚才那个封面真的很正哦。不是这个三尾狐。好，现在是怎么玩呢？我、哦、现在角色变有哇，好多角色、哦，这个鼓也是一个角色，这鼓要干嘛？哦，它有分，就是谁先上，先把这个干掉了。好，引爆风雪，哦，可以放暴风雪。哦，它是放违纪，是像有点像法师的感觉。哎，可是每个都像法师啊。九尾狐，哦，三尾狐，尾袭，打鼓喽。我想给他用别招哎，这招是什么？防御招，哦，防御哎，防御，哦，防御好好用哦，他当我完全不怕哎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招式很多，一个人大概有三招，咚咚咚，然后用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承受伤害增加哎，受十大，哦。角色是很正点，而且哦，可以练等级的，所以这角色每一只就是可以在战斗中升级。目前看是配四只角色，后面不知道会不会增加，就是角色的设定。好，现在往哪走呢？要跟他讲话是不是？确实王，哦，可以按上面眼睛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好特别哦，多个角色哎，九命猫。它融合很多妖魔鬼怪在里面。哇，这只九命猫也太让人想养它了吧？后面有鬼魂在走路哎、欸，鬼魂在那边飘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哪条都看不到鬼魂呢、欸？啊，我也是个狂犬的那种。来打个广告好了。ただ暴れていたわしに信頼というものを教えてくれたものだ。哎，我打的是在哪里啊？这是打广告时间是不是？哎，有人看到我哎，我不喝哎，那就别打我什么。わしは自身を抑える術を磨き、良き鬼に生まれ変わったのだ。乱打字，海底电缆的。大切な思い出なんですね。他这什么设定啊？好特别哦。可以看很多人留一些奇怪的话，好，到时候大家看会不会看到你自己留的话。大家如果看我留的话的话，跟我讲一下。如果你有玩这款游戏的话，我把字留在正中间了。我靠，一次打那么多人，开玩笑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刚刚谁打谁？哦，可以转四点。哦，我们把它包围了啦。我刚想说那么多的角色嘞。好，直接先打小旁边的小猫咪好了。哇、哦，他这款四点特别，是可以包围人的。哦，难免要来。可是我用防御招的话，这样他只能防御到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哇，每只都很凶哎哦。等一下，现在是这是九尾狐，三尾狐，先打一只好了，先把这干掉。我先用这个啊，先用防御降低好了，这样很快就死了。
这样可以锁到几只啊？我不确定。不过这样玩的话蛮特别的，这视角，可是可能玩久会有点晕哎，会觉得有点烦，到底转谁？好，九尾狐，三尾狐，想用防御哎，这样可以防每个人吗？不行哎。会有角色死掉吗？目前还没有。这边有写造成100%的伤，然后这是20%。哦，有些好可以恢复哎。我知道蛮强的。好，最后来终结技吧。左为终结技。好，来不倒翁打开。这款游戏是一款特别游戏，它应该算是比较偏。关卡不正关卡，有点像是剧情模式的玩法，然后里面很多日本的配音跟日本的一些怪物角色，可是有些游戏好像也不是日本的哦。柴犬大哥，你要讲什么？哼，先生，看起来很拽的柴犬，他可不可以从他主人的衣服上跳下来？哇，这可以走去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哦。可以这样子走，走去哪里啊？你在？果然小白你是无辜的，虽然我都没有看剧情，不过我知道小白你是无辜的。小白你长那么可爱，你一定没有罪，一定是别人带坏你。好，我先快转好了，快转会这样好笑，快转在搞笑啊。我后面有人偷看，天狗吗？好，现在应该是第一章完成，是不是？好，小白要讲什么话？小白，小白要想要蜡笔小新的小白，后面这人在做什么吧？新章节，他长得有点可怕哎，他很可怕哎，哇，有小纸人在扫地，等下旁边有卷轴可以打开哦，有东西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吧。天哪，这东西都好少看到、哦。以前玩忍者游戏，然后会出现一些这样子灵魂魂手的东西。外观什么、啊？哇，天哪，这是石子落丸吧？好帅哦，很像右白书里面石子落丸那个感觉。这个很帅哎，我看一下每一个角色吧。灰夜姬，哇，这个也不错哎，这个坐在竹子上的人。哇，这个角色看起来怪怪的，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哪一支笔啊？肚子在吐火，这个也怪怪的。我觉得上面刚刚是最帅。这跟主角很像。哦，这是跟那个小萌妹神乐。哇，拿弓的。这个是封面那个吗？就是我们 Lodi 那个主角吗？还是？哇，这个也不错哎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凤凰虎。森林之鸡，这是拿弓的。童男，桃花妖，这有点像是那个初音的配色。地狱鬼手，哦，可以耶，碰一下会动哎。我先把角色全部看完了，他角色设定都很特别。这个应该是可爱罗吧，拿一个大葫芦。是招财猫。这个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是那个谁，叫什么犬夜叉的哥哥吗？还是谁？犬夜叉敌人，忘记名叫什么，一个也是长相的，这是月夜魔女吧？森罗万象，角色超多的。配音好棒哦！好，这款非常日风。如果你很喜欢日本游戏跟配音员，这款游戏千万不能错过。因为我觉得这个配音太厉害了。等下这个，是刚刚那个后面很怪的人吗？哇，这是死神哎，他镰刀哎。我们看看有个女生没有讲话。这个吗？
けじと冗談よ、モンドさん。そんなにあたいの語りを聞きたいのかい？女角现在蛮多的。月の光が私を月の光を生命の火の中で生まれ変わる炎を見た。美しい。这个应该就是封面那个女生吧？哎，不是这个。我刚才看一个很像是封面的女生，有点像是这个。占いましょ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她。好。这是外观的部分。商店，我们看一下什么礼包。礼包的部分是送一些，好吧，我看不懂是什么。勾玉。外观的部分，我现在应该是没有钱可以买。图鉴是什么？天哪，好多东西可以看了，这个你们单机游戏了吧？内容也太多了吧？是什么？东西真的很多哎、欸，这个真要看攻略了吧？东西有个多的，组队 ，OK， 组队、欸，为什么？这怎么组队啊？有队伍哎、欸，可以加入吗？这哎、欸、加入了，然后要干嘛？他等那么久、啊，为什么？他对我应该也是一些打副本之类的东西吧？这我今天就不点，让大家去。体验一下，好，完成任务会有一些任务奖励。好，这是好友的清单。然后阴阳术是什么？哦，是自己的属性技能。后面的技能还蛮多的，炎灵、被动、雷地招来，这就是、哦、好像很常有游戏用。其实主角这个造型就蛮好看的，我觉得不会输干里面的造型。其他角色是主角设定很好，但不是主角嘛。装配是什么？现在是可以把东西配上去吗？我看一下哦，这怎么配啊？哦，果然可以装备，一个魂玉加零。加你要干嘛？哦，攻击加17，加成加5%，哇，雪女真的很正哎！看一下，这个打鼓是什么？王妃，可爱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再看他这边再来要干嘛？第三章解锁，所以现在打这个章节。哎，不是耶。好，刚开始会送很多碎片哦，碎片可以收集，拿猫女是不是？问号。现在这个按键很多哎。这是什么升级？哦呦，不要吧！是什么？要把它组合是不是？碎片是什么？可召唤？刚才是猫吗？来召唤看看吧。九命猫。刚好拿到九命猫碎片，所以它这里可以收集一些碎片，可以拿到一些角色。然后还要完成什么？看一下。它这有任务要你完成，现在这边这个阶段。这游戏字有点多，跟按键有点多，大家可能要耐心一点的看。其中的御魂的四件套效果啊，御魂是什么东西啊？训练。这好像合成的感觉。我觉得是比较合吧，等一下会不会变成合成？因为这我现在不敢用，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合成的功能。嗯，这到底什么按键呢？好的教学了，强化。嗯，御魂四件套。
吗？我现在不知道他的那个御魂四件套在哪里，太难找了吧？好，这边这个吗？哎，是有，我已经放一个了、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放了。哇，这个按键很难找哎。好，大家先看一下我的游戏影片，到时候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就在这个位置。他现在叫我把这装穿起来，我穿雪女好了，因为雪女我比较喜欢这个角色。哇，穿好了，然后呢？发生什么事吗？可以奉纳哎，奉纳什么？这个吗？奉纳干嘛呢？给猫金币，好拿到钱。哦，奉纳是把它舍去掉的意思吧？好，穿好了，应该就可以拿到，这应该就过了吧？好，果然。然后再来挑战副本呢？哦，又拿到新的御魂手哎。好吧，我先不拿，我们先看一下副本在哪里。副本应该就在这里吧？哇，怎么回事？同人作品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游戏也太互动了吧！大家有看自己的 作品吗？好多同人作品哦。这游戏，这游戏真的是很跟现代结合哎。还有同人的，哇，还有 coser 哎。天哪、啊，这到底什么游戏啊？还可以看照片哎，好厉害哦！是哪一国人？我看不太出来。哇，还可以放大。他为什么要闭眼的嘛？在想事情吗？好吧，这个很酷哎。好，大家到时候有空自己看一下、啊。我们先看这边。好，每日任务吗？精灵是什么？这感觉像是一个召唤的，是不是？好长哦。哦，小白，活动是什么？它按键是太多了啦，知道玩到什么时候啊？未开放，未开放，好，不能点，有奖真的不能开。客服，又要我换东西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最后应该要找一下他副本在哪里啊？这边探索，右上角有个探索。哦，找到了。天哪，好难找，他按键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不过这款游戏，如果你真的喜欢玩的话，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。它就是一款日风的游戏啊。九命猫，打他吗？哇，这角色画风真的很可爱耶。开始了，所以可以直接打怪物了。来吧 ，PK 吧。哇，其他都是我召唤出来的人。好了，而且我发现它左下角有自动按键，所以大家如果游戏打累了，你想要吃个爆米花、看戏的话，你就按左下角的自动按键。看一个人啦、啊，好不好？你今天如果不想自动，就手动吧，全部手动吧。总之，这个自动按键其实就是让你稍微轻松一点的方法，好不好？就有点像看电影的感觉。连续出招，好过了。这种真的是很风格，真的是比较妖魔风的感觉，阴阳师嘛，妖魔风。他这边广告真的狂打，这是动画，好，可以转了，可以转四点了，可以看一下他那个人物角色的设定。哦，暴风女真，暴风雪女真的蛮可爱的。哇，这样看起来看动画一样，一边旋转，雪球，可是不能放大。哇，拿到鲑鱼寿司哎，好想吃鲑鱼寿司哦！灵魂哎，有个灵魂在这里，我要超度他吗？好多人哦！这个角色变大师了，是灯笼怪吗？
好，最后一只，这应该是最后一只吧。这个玩法真的是比较特别的风格，它有调整一些游戏角色平常不会出现的界面方式。哦，可以换角色哎。哦，现在可以换角色啊。好，换成猫女了。猫妖。妖术。来个防御技吧。啊，刚刚先打那只血比较少的，他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属性相克的问题。好，胜利。这种游戏蛮好练功的，不用说走很大的地图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有点像关卡制的感觉。哇，好多角色要打，要打很久。哎，场景换了。冰雪攻击，偷看他后面，你被我包围了，我在你后面。哇，我们的猫打猫了，扁他扁他，大猫爪。这个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视角，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游戏有这样的设定，就觉得这种游戏这样玩比较不会无聊，你就可以转视角看它的游戏造型。好，好像一年打了很多很多怪物的感觉。欸，有东西出现，妖怪什么？什么啊？好，看他打他是不是？出现很像轻轨的角色。哪里？好，总之呢，这款游戏呢，今天先介绍到这边，因为它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东西。你看召唤这边，让我给它，等下不要看这个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等下我先不要领奖，探索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地图，地图非常大，哇，这个可以有的打。后面应该我再出来，应该都被云挡住了。玩后面应该会有蛮多故事情节跟它的关卡的。到时候给交给大家去体验了。好，这款游戏叫《阴阳师》，如果大家喜欢玩的话，想要玩的话，就在下影片下面有连结，可以自己下载来玩。然后如果喜欢我游戏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按个喜欢，然后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持续提供新的游戏资讯。然后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游戏直播喽，那我们就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